录片啊，录个片子。罗哈，罗哈。现在是12:30。起来继续弄一下会员影片。So good. So what about you? What you gonna do?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片呢？拍什么片啊？我们现在不就正在拍片？有个之前有人在问说怎么样整理那个 email 啊 ？OK， 稍微写一点脚本。好啊 ，Sure， 可以来分享一下。你要剪啊？对我剪啊 ？Oh yeah，Why not？ 那就来录啊！不用剪了，录起来比较轻松。没有啊，来录片一下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可能剪片的分工，你就是剪每天的会员日更片嘛，然后还有会员影片。嗯，那如果我们有什么心血来潮的主题想分享的话，然后公开给大家的话，那就我来剪这样子。嗯，好啊。嗯，然后我还会再剪漫画频道影片这样子。What a great cooperation！ 耶、yeah. ，都很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。而且呢，会员影片等于是每天都有，所以应该会员不会觉得说我就是哎、欸、怎么都没影片。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心得的话，哎、欸、又可以再整理会员影片，可能像会员这样子。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没有，也是挺费功夫，就是这样子，有这么费功夫。我们透过 Uber Eat 呢买了芭乐、香蕉、碰柑。还有综合坚果，准备一边吃，然后一边看《炼巨人》yeah ，耶！先把那个老高的影片看了吗？但是芭乐好小哦。对啊，超小。第一次吃到这么小的耶，来吃，高一点。嗯，但是是好吃的。哦，那不错啊。嗯，吃的。我刚刚几乎都一直在做会员影片，接下来呢还会有第二部会员影片，紧接着会发出去。这么好，对，是有关于之前环保杯贴文的背后的秘密，跟大家分享。棒！那我们呢就叫了外送，叫了一个素食的小火锅，那现在呢就边看影片边来吃一下。没错，那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家里，也蛮好的，开开心心。辣味的，这场真的是辣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就是那你觉得说会不会就是食物影响食物啊？就是感觉人是不是需要去克制自己？但克制不是说要很过度的克制，而是说需要适时的去断开。就像有些人一直买，或许他真的是被习性拉扯了。嗯，那你吃一吃，会不会就是也是类似的概念？那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不会一直买？嗯，这是一个很好问题，很好问题。那我觉得应用到因为上面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我们已经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了，就是好，我们现在生活用品很多吧，就光衣服好了，为什么不会一直买衣服？因为我觉得穿这件衣服就够了，就够用了。那就是我们没办法，就是说，我也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啊，我就说穿起来很好看啊。他们不会觉得说我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就够了，我每天都穿这件衣服就够了。嗯，就是你说想要变化，那对啊，你就会说为什么没办法说？那他就说，我因为这件衣服我找到一个他现在啊。又好洗又很快干，然后又好穿，然后很贴身，很好看，然后连 size 都一样。你是我找到就是这样子的食物吗？来 fit 我的 everyday。没错，嗯。那我们还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个标准菜单。对，没错。我们找到我们的标准，然后每天，但是我们花了非常久时间才找到哦。非常久哦。对。哎，我想到我在猜想我们的那个一个理想的，就这是我们理想的衣服嘛。对，找到理想的食物，就是因为。你知道这几天观察，我们是很多的观察，就觉得说，嘿，我们。
们要准备睡了，有点困了。刚刚洗完澡，现在是1:30。1:30。OK， 蛮想睡的，那就准备去睡啦。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